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，只要 tune in 988，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88广播剧。988制作。Our Christmas.心中的圣诞树，编剧王伟毅，下集。Timmy 都咁夜咯，如果你想翻就翻先啦，啲手尾等我跟得噶啦。你都识得讲夜啦，仲唔走？阿头，乜系你嘅 ？Timmy 咧？我叫咗佢翻屋企啦。你哋咁俾心机喺呢个 project， 我好开心。但我唔想搞到好似收埋我下属人命咁啊！放心，我哋撑得住嘅。撑船咩？我要我嘅 team 系 creative 嘅 VM， 而唔系 superhero 啊！我谂你咁投入工作，应该未食嘢噶啦。家阵系有啲饿。知你啦，香港仔嘅皮蛋粥同炸两，啱唔啱啊？香港仔嘅粥系我 favorite 嚟噶，我仲谂住一阵出去麦记买外卖，而家唔使啦。咁 Yumi， 啊嚟睇你啊，食到成嘴都系油啦。嚟啊，帮你抹抹。吓，碗粥冇葱嘅。乜你唔系唔中意食葱嘅咩？你记得啊？太感动啦！一碗粥啫，就咁感动。快啲食完，我送你翻屋企啦。里边啊，上车。阿头，条安全带棘住咗，扣唔到。唔好意思，你嗰边周不时都系咁，等我帮你搞掂。乜你好热咩？我开大啲冷气俾你。少少啫。阿头头先帮我扣安全带嗰阵，点解我个心跳咁快嘅？你今日唔系要去 Santa Monica 嗰边开会嘅咩？系啊，要同啲商家倾来年嘅计划。你咁忙，仲翻嚟公司嘅 ？Timmy 打电话俾我，又讲得唔清唔楚，我咪翻嚟睇下咯。呢、這个 Timmy 啊，做咩嘢都惊惊青青嘅。佢都系担心进度，惊你搞唔掂啫。系，我承认我之前系冇信心接呢个 project， 但系经阿头你不断咁鼓励同埋 support， 而家无论发生咩事咧，我都会尽200% 嘅努力完成佢。Good。不过做还做都要记得食嘢同休息，我要嘅系 fit 嘛，唔系笨牛啊！知啦，你攰啦，你瞌神先啦，到你屋企叫醒你。傻妹真系好攰，梗系啦，做嘢得股傻劲，冲冲冲。佢瞓着咗嘅样子，傻更更咁。有几可爱。圣诞节你做乜嘢啊？专心揸车啦。到啦，真系瞓得好冧，俾我瞓多一阵先。
帮佢解开安全带，会瞓得舒服啲嘅。阿土，你做咩啊？到你屋企啦。哦。快啲翻入去瞓啦。拜拜。拜拜。圣诞节，专心揸车。Chris, the board has approved your Christmas proposal. Good job! Thank you, Susan. The credit should go to Chuchu as well, because you know, she put in a lot of effort. Well done! Then I will hand over the work to Chuchu before my holiday. Great! Chris, 剛才坐坐在 Hall 2請聖誕樹的時候，在樓梯跌下來。Timmy 送了入醫院。為什麼這麼不小心？哪間醫院？Anaheim Global Medical Center。九八八製作，心中的聖誕樹。呢间就系我哋其中一间工作室，所有嘅大型活动嘅装饰 display 都会喺呢度进行。哇，呢度好大啊！呢处大概有几平方尺啊？大概就50,000+平方尺。个十百千万，哇 ，that's huge！ Are you okay？ I'm sorry， 我觉得我自己好似发紧梦咁，难以置信啊。你记得 resume 写你想要加入迪迪尼，是因为觉得呢份工作有好大嘅挑战性。其实真正嘅原因系你唔好笑我噶。OK， 你讲啊，我唔笑你。我自细咧就好羡慕住喺隔篱屋嘅姐姐，因为佢有好多得意嘅公仔同埋啲童话公主嘅靓裙着，所以。所以你就想入嚟扮公主啊？你话唔笑我噶。OK， 我唔笑。我不是想扮公主，我只不过是想感受一下童话世界而已。Fine， 不过我告诉你，其实我们这个部门不是好像外面的 VM 那样的，因为我们不单只要装饰布置一部分植物，还要顾及一些比较生动的摆设品，例如有节日的花车 design、 主题童话公园、魔幻世界、 Halloween 和 Christmas 的活动等。过程很挑战，很辛苦的，看你瘦猛猛咁，你捱唔捱得住噶？你唔好睇我咁啊，我担得抬得乜都得。咁你又唔使咁浮夸，入得我哋呢个 team 咧，我哋就好似一家人咁，专负责谂 Q 度 design 嘅，啲搬搬抬抬咧就留俾 production house 嘅 team 嚟做。哦，收到。咁如果你想亲自落手落脚做 sample 都可以嘅，不过最紧要注意自己嘅个人安全。OK。明白。哇，你时时刻刻叫佢注意安全噶咯。怎会这么大意，看小陈都不行的。M301 是这边301号房。错错，你担心死我了，你没事嘛。阿头，你想得我好失啊。Sorry。我没事，医生说我只不过是扭伤了一点，暂时不可以有太大动作。你看你的脚肿晒了，仲有小事，真系冇事啊！嗱，我企起身俾你睇仲得啊！呢次大镬啦！医生都叫你唔好咁大动作噶啦。
我以为冇咩事啊嘛，死啦！咁我受咗伤个圣诞活动点算啊？唔使担心，仲有我喺树啊嘛。但系你过几日就要飞翻大马喎、啊。咁冇计啦，我试下同屋企人讲下。我可以坐轮椅翻工噶，唔好令 Auntie 失望啦。翻你个头啊！你乖乖地听医生话，喺医院休息几日，直到只脚好翻先。阿头 ，I'm so sorry。傻啦，你都系因为心急要搞好嘅活动啫嘛。我同你讲对唔住先至啱，可能我俾到太大压力你，先至搞到你咁紧张。边关你事呢？系我自己论尽啫嘛。点都好啦，而家飞翻大马我唔放心嘅、啊。好啦，你要好好休息。我等阵会翻去带啲日常用品俾你，你有乜需要？诶，我部电话咧？嗱，喺呢度啊。不过，哎呀，个 screen 裂咗啊，仲开唔到机嘅，点算啊？部手机我帮你拎去整啦，你用住我嗰部先。我攞咗你部手机，你咪好唔方便？都系一日啫，况且我开工都唔用手机噶啦。有部平板都咪得咯，真系唔麻烦。系啊，嗱 ，password 系我嘅名，咁你咪可以上下网打下机啊。哦，咁好啦。嗱，至多我 send 啲 work progress 俾你睇，咁你咪好似冇离队咯。嗯 ，thank you。我翻公司跟埋啲手尾之后再嚟探你啦，你小心啲啊，拜拜。拜拜。早晨，早晨，我嚟食早餐啦。朗朗呢？未起身啊？寻晚玩到好夜至瞓，今朝早啊，咪唔舍得起身咯。佢自足你细佬细个嗰阵，系啊，一样咁好冻。阿妈，你系咪好想快啲见到丹杰啊？梗系想啦，不过快噶啦，佢圣诞节会翻嚟啊。如果我话佢翻唔到咧？吓？佢冇嘢嘛，你唔好吓我。佢冇嘢，佢就叫我同你讲声对唔住。究竟发生咩事啊？快啲讲啦！系咁嘅，佢有个同事因为唔小心喺楼梯跌落嚟整亲，咁佢系成个添个头，唔放心咪留翻喺嗰度咯。咁咋系嘛？吓得我啊！佢同事冇乜大碍啊嘛。唔清楚、啊，不过细佬就担心你会失望。傻啦，意外佢都唔想嘅，最紧要人冇事。虽然是有些失望，但是阿妈都明白的。妈，不如这样，我们一于飞过去探丹杰。蛤？我们一起飞去加州？是啊，第一，我们都很久没一起旅行了。第二，你可以见到弟弟。第三，那边都是有迪迪尼，浪浪都一样可以去迪迪尼的。至于美英那边，我可以叫她跟同事换更飞美国，应该没有大问题。真的，你不要哄我开心啊。嗯，不过是要飞20几个钟长途机程的、哦、你 OK 吗？没问题，只要见到个仔飞远一点都没问题。好啦，我们就一家人飞过去俾个男人的圣诞节圣诞节。九八八制作《心中的圣诞树》，点啊？你仲有冇咁痛？可能是麻醉药过了，现在有点痛。好痛啊，
唔紧要，我带咗一啲橱窗设计嘅书同埋杂志俾你解闷噶。哇，咁多！你知你啦，平时都扎扎跳舞事停，而家要你乖乖坐喺度，一定系闷到傻啦。多谢阿头。仲有呢壶花生鸡脚汤，我头先煲噶，以形补形，趁热饮啦。哇，犀利啊头！点解你可以摇醒一边变咗我妈咪嘅？从来咧只有我妈咪先至煲汤俾我饮啫。你笑我好似个师奶咁啊？唔系啊，你唔好误会啊。我只不过系觉得识煲汤嘅男人好 man， 好有安全感咯。哇，一壶汤啫，你唔使讲到好似以身伤佢咁啊。嗯，黐线啦你，你谂多咗啦。试下你手势先。嗱，小心热啦。哇，掂啊头，下次你唔做 VM， 你可以去开铺啊。sorry， 我仲好中意我份工作噶、啊。切，我都系啫。不过而家就嗱，你乖乖地唔好喐动咁多，好快就会好翻噶啦。嗯，到时嘅圣诞 show 都完咗啦。你部电话咧，我就已经 send 咗去 service 噶啦，应该要整成两日。你继续用住我嗰部先，我会继续 send 相俾你睇。咁你闷嘅时候咪可以见证成个过程咯。唯有系咁啦，鬼叫我自己唔争气咩？唔好谂啲无谓嘢啦，好好地休息。等你好翻，你已经冇得做咩？哦，系啊，你 cancel 咗你嘅 trip， 咁 Auntie 嗰边点啊？都冇乜点嘅，佢应该会有啲失望，但佢好明白事理嘅。哎呀，越讲越内疚添。冇事、啊，诶，我都唔同你讲啦，我要赶翻公司同班细嘅 meeting， 拜拜。OK， 我会自己照顾自己噶啦，拜拜。个个都有公开，我就一个人无无聊聊咁喺呢树。呢啲系我哋工作进度相，你闷嘅时候就睇下啦，攰就休息下啦。睇下先。点解个 color 换咗嘅？不过又几 sharp 啊，梗系阿头嘅主意。佢真系好犀利，最衰我搞成咁啦。如果唔系，我哋就可以一起做个 project， 一起找 suppliers， 一起。阿头，错，你担心死我，你冇事啊嘛？阿头，你谂得我好实啊。Sorry， 我冇事、啊。医生话我只不过系扭伤咗少少，暂时唔可以有太大动作。你睇你只脚肿晒啦，仲有小事。真系冇事啊。我企起身俾你睇仲得啊！哎呀，淤死啊！点解无啦啦又谂起佢噶？坐啊坐，唔好乱谂嘢。我哋冇嘢嘅，冇嘢嘅。睇相，呢啲咪系阿头同佢妈咪嘅相？坐啊坐啊，你今年几岁啊？今年26岁。你有男朋友未啊？吓？未揾到喎、啊。你咁靓女点会冇啊？系你眼角高咋啩？系 Auntie、哎。你可以考虑下我个仔啊。其实阿头又的而且确几 charm 嘅，高大靓仔，做嘢又细心又肯帮人。喂喂喂喂，我今日系咪缩咗啊？点解一直谂住佢噶？Auntie，Hi Auntie。楚楚，点解系你接电话嘅？哦，系因为 Auntie 明白啦，你哋唔想咁快公开，傻啦，乜嘢年代、啊、？Auntie 好开通嘅，只要你哋开心就得噶啦。哎呀，唔系啊 ，Auntie， 你唔好误会啊，我同阿头冇嘢噶。咁点解弹杰部手机喺你度嘅？佢咧系因为我嘅手机跌坏咗，咁佢惊我喺医院会闷，所以咪借俾我，等我可以上下网解闷咯。你发生咩事啊？点解喺医院嘅？哦，冇乜嘢，我做嘢嗰阵咧唔小心扭亲只脚，所以要留院观察。咁你而家好啲啦嘛？医生话你几时可以出院啊？可能要留院2个礼拜，所以搞到阿头翻唔到大马同你过圣诞啊。哦 ，Auntie。对唔住啊，傻女嚟嘅，意外发生你都唔想噶嘛，最紧要人冇事。我知道阿头唔想令你失望噶，佢都好挂住你哋，次次都系因为工作太忙行唔开，
原本以为今次可以履行承诺，点知又俾我破坏咗。唉，真系唔好意思啊 ，Andy。我冇事、啊，既然系咁，楚楚你可唔可以帮 Andy 一个忙啊？咩事啊 ，Andy？虽然医生话我复原得好快，但我仲未翻得工噶。你载我翻嚟迪迪尼做咩咧？我问过医生你嘅情况，你放心，我冇叫你翻工，系带你翻嚟一齐见证一阵嘅 final rehearsal。吓、啊，你讲真噶？傻妹咁眼浅嘅，多谢你啊！哎 ，sorry 阿头，我过嗰边听听电话先啊。小心啲啊！系，你哋到咗迪迪尼大门口。我现在过去接你们。阿头，我现在在大堂的喷泉旁边，你在哪里啊？我都在喷泉，见不到你的。你转身就见到的了。新年大吉！你哋点解会喺度噶？佢哋话要俾个惊喜你啊嘛！大佬，原来你呃我，系唔系唔玩得先而家？妈妈，既然个仔翻唔到屋企，我咪唯有飞过嚟睇佢咯。好彩有楚楚帮手噶。哦，原来你系帮凶咩？咁你俾咗个 surprise 我，我咪回个礼俾你咯。你开唔开心先？整蛊做怪啊你！细叔啊，楚姐姐话咧会放烟花噶，系咪真噶？系啊，好快就会放噶啦。我听我啲同学仔话咧，迪迪嚟放烟花嘅时候许愿就会愿望成真噶啦。等阵我哋一齐许愿啊！好啊！我哋快啲许愿啦！希望每年嘅圣诞都可以一家人一齐度过。希望我可以令美英、朗朗更加幸福，阿妈健康快乐。希望朗朗可以健康成长。希望屋企人幸福快乐，楚楚快啲好翻。希望阿头会接受我嘅心意。希望爹哋、妈咪、妈妈、细叔、楚姐姐、哥哥都愿望成真啊！圣诞树下集，导演梁金玉，配音曾心怡，新诞杰、杨万里饰演，楚楚张晓彤饰演，妈妈黄怀贵饰演，新东杰朱广威饰演，朗朗刘楚玉饰演 ，Susan 黄秀霞饰演。Our Christmas, Ou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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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ristmas.
12点，只要 tune in 988，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988广播剧。